其实没有私底下，我们刚刚在旁边就在讨论这件事。对，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。反正就先大家都在运动，狂运动。可能在拍这部戏的时候，就会对就是那个话题会越来越开。对。大家会在那边聊天。希望大家第一点收敛水，就是收敛一下，不要太开放。这个我们不知道，对，我们也蛮期待的。嗯。给妈妈刷，对，或者自己刷得很开心。我还没有信用卡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副卡的，我真的没有信用卡。不厉害。厉害吧？所以什么副卡我没有这样过，对。你来说一下，我来说。啊，对，你都没说到话。对不起，我老婆，我们在一起十年了，对不起。你真的老婆忽略她了。不要说话。这部戏的话，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期待，因为我觉得光小说的尺度，还有剧本的尺度，感觉就是比小说更大，而且我觉得已经是，我觉得自己在看美剧的那种样子，所以保证你们会特别期待，而且进度跟进展，还有大家的状态的话，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太多亲密的戏，我也希望就是除了看电视以外，我会在旁边主持看班的。我想要近距离的看吗？近距离的观赏。可以吗？你的话我可以。精彩。那大家一定要好。好。那换。换他。我。换你说。哦，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很在乎说，床戏啊，或者是身材的部分，但是其实这部戏有很多探讨感情里面的伦理道德，或者是背叛为在感情里面到底算不算是罪或者是错误。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主要自己很有兴趣的部分，也希望观众朋友就是也会看到这个东西，会自己去发掘一些，我在感情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，我觉得这也是值得被注意到。好的，那因为我们这部戏其实我觉得会就是很贴近人性，然后非常的写实，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期待一下。谢谢雪芙的结尾，谢谢。不然你结个尾。可以啊，我觉得很好，就这样。啊哈。不用不用，很棒很棒。他叫你普通。不用，很棒很棒很棒，很棒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再传我一下。